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扬州的范伟宁，导师是朱立明老师。在这次比赛中，我获得了业余儿童B组铜奖。在学琴过程中，朱老师对我的耐心教导与鼓励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。我很高兴能获奖，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，也是对我今后努力的鞭策和鼓舞。我是范伟宁，来自中国高邮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的曲目是秦腔主题随想曲。